虽然距离清明节4天连假还有一段时间啊，不过高工局担心到时候车流量太大了，所以现在决定要提前几天，也就是从月底30号、31号这两天开始，凌晨0点到早上7点钟，国道免收费。当然，清明4天连假每天凌晨0点到上午7点也是免收费的。而国道5号则从30、24号开始改为从下午3点到晚上8点实施高承载管制，3月31号、4月6号及7号下午3点到晚上8点同样有实施，提醒驾驶朋友注意了。